中国的杨莹和朝鲜的朴英玉，同中国选手朱湘云和魏丽杰获得决赛权。在前一阶段的比赛中，杨莹和朴英玉配合很好，先后战胜了英格兰、荷兰、罗马尼亚和南朝鲜的选手，成绩突出。杨莹和朴英玉以3-1战胜朱湘云和魏丽杰。